大家好，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，就是说，通过 YouTube 转发来赚取报酬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技巧呢，不需要我们去懂上传在 YouTube 上去上传任何视频，不需要的。我们是通过第三方的一个平台，然后呢，将那个 YouTube 的那些视频，我们转发给出去，然后呢，通过中间我们有一个广告的穿插，这样子来赚钱了。所以说这个是没有技术门槛要求的，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。等于说做得好的话，等于说我们每天不需要干任何的，我们只需要分享一下，到后期我们就是在家就是被动赚钱，坐等钱来给我们就行了。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首先您看啊，我们首先在那个 YouTube 上，我们找一个就是说，非常非常就是说那个播放量很大的，像这种，你看，就是说，第一个呢，然后就是我们也看，就是说我们就是说需要就是说看那种视频，我们感觉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能说得过去，然后呢，就是让别人一看。你就能分享出去的一些视频，就别人也感兴趣了。然后呢，这样有利于Hey, you can say you're good. 好比这一个视频我们了，当然你可以这有个分享，它这个连接我们可以复制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连接复制上去，然后呢，打开这个网站，这个网站等会儿的话，我会在视频的下方把它给放上去。这网站是要我们先注册，你看这个 join，我们先加入密码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很简单了，我都直接登录上去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登录上去了，登录上去了，在这个框子里面，把我们刚才这个 YouTube 的那个地址给复制到这儿，然后点截胡，好，它就是一个短网址了。我们复制一下，你可以就是把这个链接发给别人，这个是赚到了钱的地方。你看，这会有个倒计时，这个倒计时它完了以后，然后点击这个，你看这个 Hey, you can say good evening. 我们需要分享的这个，You speak English? 我们就是赚中间这个广告费。其实很简单。这个非常一个简单的，就是分享好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在家坐等收钱就行了，不需要任何的技术，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每天想创意啊，来拍视频啊，或者说我们去找一些素材做视频啊，这一些类，我们只需要在 YouTube 上找，就是说被大众看的比较多或者比较认可的一些视频，我们把它给转赞，分享到我们那个 Facebook 上了。还有社交软件上一些其他地方，别人点击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从中赚取这个广告费。好，这期的视频就录到这儿了。